根据这个化妆品的卫生安全管理法规定，这个化妆品呢，包括清洁剂哈，都是要全成分的标示。那这次被挑出来两款呢，最主要是他们只有标示主要成分，并没有全成分标示，并且在标示上的时候，它写上纯植物来源。可是我们看它的成分里面，其实有一些成分可能并不是植物来源哈，所以这样就会让消费者一生误解，变成说可能会有标示不实的部分，要请这个厂商再做更改。